我们去海兜兜。先去教学楼，再去情侣都会去的湖边。好，你想去哪儿，我都陪你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所有。My love, you are my。补充营养，谢谢。我以前上艺术概论课呀，就是这间教室，然后这是我的专属座位，珊珊每次都会帮我占位置。那你肯定在这个位置上偷偷睡觉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这个位置这么靠后，前排的同学正好可以挡住教授的视线。我们艺术概论课的教授脾气特别好。我那个时候每天晚上都在写歌，到了白天就特别容易犯困。你也知道概论课也挺催眠的，每次在课上睡觉我睡得特别舒服。我真羡慕你以前的同桌，一侧头就能看到你。我也羡慕你现在的室友啊，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可以看到你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